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叶。之前的影片从双击，再来是轻重音的基本敲击动作 ：full down tap up， 然后是16分音符单击四连音的轻重音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分享更进阶的练习，也就是把16分音符单击四连音的轻重音跟双击 mix 在一起。举例来说，16分音符轻重音的律动像这样子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轻音的铺陈。但是呢，现在我把轻音的部分转成32分音符的双击，像这样子，你可以感受得到铺陈的点更加的绵密。好，现在我们把速度再加快一点点，我相信你会感受那种铺陈的点的绵密感更加的强烈，像这样子。转双击，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学会这个相当实用的技巧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这个练习吧 ，Let's go。第一个练习是四连音第一点重音，所以二三四点的轻音转成32分音符的双击。手法是右左左右右左左，动作是 down ta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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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 tap tap， 双手分解动作 down。好，我们跟着节拍器 ，1 2 3 4 go。Break。第二个练习是四连音第二点重音。所以一三四点的轻音转成32分音符的双击，手法是右右左右右左左，动作是 tap tap down ta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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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， 双手分解动作。好，我们跟着节拍器 ,1 2 3 4 go。 Break。 第三个练习是四连音第三点重音，所以一二四点的轻音转成32分音符的双击，手法是右右左左右左左，动作是 tap up tap tap down tap tap， 双手分解动作 tap up。
好，我们跟着节拍器 ，one， two， three， four， go。Break。第四个练习是四连音第四点重音，所以一二三点的轻音转成三十二分音符的双击。手法是右右左左右右左，动作是 ta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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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 tap tap down。双手分解动作。好，我们跟着节拍器 ，one， two， three， four， go。